现在我们山里又有一种野果子成熟了，看，就是我身边的这种，叫做拿藤包，有的地方叫牛卵坨。成熟了，它的果皮是黄色的，里面的果肉也是黄色的，特别甜，很好吃的。这个树上好多已经成熟了，现在赶紧去摘一些下来。看，这种就是牛卵坨。这是它的藤蔓，好像叫做三叶木通吧，也是一种药材。你看它的叶子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、六片、七片，这种是七片的，还有是五片的，还有一种是九叶的。这种结的果实可以吃的，很甜。小时候最喜欢摘它来吃，有的地方叫牛卵坨。看它的形状，这种成熟了，它的果皮是黄色的，软软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成熟了的。像这种成熟了的，你不摘的话，马上就会被鸟吃掉了。这两颗就还没成熟，还很硬，要过两天。这两颗已经熟透了。哇，这里接点几颗，你看这个三胞胎。这个也成熟了，哇，这两颗快摘不到了，拿个钩子钩过来。哇哇哇，好了，特别漂亮。这树上还好多，摘不到，摘了这么多，看一下就摘了这么多。像这种果皮黄色的，它的果肉就已经成熟了，特别甜，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。你看这种果肉，这个糖分很足，就是籽太多了。好，现在回去。